缩短它的距离。这个做法就是缩短它的距离。像这个，这样就不会太高了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个。没有这个距离啊。太高了，来把这个片再放下去，做裁片的动作。放回来，还是太高了，它只要碰到那个。开特质，我按上去的时候你开特质，很好。